画面中黯然神伤的这位是英国驻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英国国旗在港督府门前徐徐降下的场面，他原本是十分熟悉的，因为按照英国的殖民传统，历任港督交接的时候都要在港督府门前举行降旗升旗的仪式。然而这天下午的这一刻是彭定康不熟悉也永远不想熟悉的一刻，因为他面前的这面英国国旗将永远不会再升旗。各位观众，现在是1997年6月30号下午的4:39，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带着刚刚降下的英国国旗，收拾好他的行李，离开了港督府。大家注意看现场，彭定康的车并没有开出港督府，而是绕着港督府前的花园转了起来。现在转了一圈，但是车并没有开出港督府，而还是像刚才那样在港督府它的楼前花园绕了起来。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历史的车轮却不会在原地转圈。您刚才所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当天对彭定康离开港督府时所做的直播报道。那天彭定康乘坐着他的劳斯莱斯轿车围着港督府绕了一圈，之后又绕了一圈。从解说当中我们能够听得出来，绕行两圈的情景当时出乎了记者的意料。其实当天的这个细节让很多人都感到好奇，彭定康为什么要绕行两圈呢？对于这一点，媒体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解释是彭定康恋恋不舍。在香港待了整整5年，彭定康的种种留恋在这一刻涌上心头，于是他让司机再转一圈，好让他再多看一眼。而另一种解释则是，按照惯例，以往的总督在离港时都会绕行港督府3圈，以表示对大英帝国的这块殖民地将会故地重游。然而香港回归这一天不同了。想到这儿，彭定康悲从中来，他感到伤心屈辱，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绕行3圈，只绕了2圈就绕不动了。他命令司机提前驶离港督府。多绕一圈也好，少绕一圈也罢，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离开香港的那一刻彭定康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彭定康自己回忆那时感受的录音。 It was personally sad because that night was the end of a historical period. That night was the end of the experience of colonialism in the world. I've found it extraordinary over the year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seem to have seen that on television. Everybody's famous for 15 minutes. And I think that that night made me at least notorious for slightly longer than 15 minutes.1997年卸任之后，彭定康带着家人在法国南部的一栋乡间别墅蛰居了1年，没有回到英国政府担任任何职务。据彭定康自己回忆，他的人生履历当中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角色，像英国保守党主席、牛津大学校长、欧盟外交事务专员、BBC 信托基金总裁等等。在所有这些角色中，最令他难忘的还是默认港督这个角色。那么在彭定康担任港督的这5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他难忘又让他难受的？
为什么彭定康会和默认港督画上等号呢？1992年英国大选，约翰梅杰以下议院21个席位的微弱优势胜出，出任英国首相。梅杰的当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彭定康。彭定康和梅杰交情甚好。1990年，梅杰接替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后，立即委任彭定康为保守党主席。正是在彭定康的积极筹划之下，保守党得以在大选中意外胜出，于1992年再次将梅杰推上首相宝座。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彭定康本人却在大选中失利。在巴斯选区，他被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唐福斯特击败，丧失了下议院的议席，不得不在梅杰政府阻隔前退出下议院。据梅杰回忆录记载，他原本打算大选胜利之后，外相、财长这两个职位任彭定，香港总督这个职位当时权力极大，作为英皇的全权代表，港督兼任三军总司令，同时监管行政局、立法局，拥有委任两局议员的权利。同时，港督还享有对所有议案行使最终否决权的权利。说穿了，香港总督就是一人之下、全港人之上的一个独裁者，而这个独裁职位工资高、待遇好，年薪超过了英国首相，同时享有港督府官邸和粉岭别墅一处，所配的劳斯莱斯轿车根本无需牌照，一律以皇家徽章来代替。香港全境见此徽章，必让道先行。在英国政府处境尴尬的彭定康立即就选择了香港总督一职。刚刚遭遇失败的他，把绝地反击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香港上，他企图在那里赚回他打回英国政府的资本。此时香港政权的交接进入了瓶颈期。1989年，英国对华政策突然转变，在香港，英方接连打出不与中方合作的阻挠牌。首先是推行居英权计划，即向符合资格的香港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名额，承诺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英国使领馆取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致使香港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随后，在不知会中方的情况下，英方突然抛出一个耗资达1247亿之多的玫瑰园计划，宣布将在香港建设新机场。这个计划颇有些我请客你买单的意味，因为新机场的建设将跨越1997，而这个庞大的计划会花费掉香港大部分的财政储备。据计算，回归后只能给港府留下50亿港币，约等于留给中方一个空壳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打算迎合梅杰政府、吸引全英国注意力的彭定康走马上任了。1992年的4月24日，英国首相府对外宣布，委任彭定康为香港第28任总督。7月9日，彭定康抵港履新。当时我国外交部对他所做出的评价是，此人极不了解香港。为了再进一步探一探彭定康的底，当时照片上的这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特意请刚刚抵港的彭定康吃了一顿饭。在9月初，我就请了他一家人来吃了顿便饭，吃了饭前，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10月份啊，就你们这个业务立法会那个要做报告了，关于这个85年选举要经过双方的共同研究再确定的，知道你现在到底有什么想法呀？他摸了摸下巴，他说这个事我还没想好呢，还没想好。那就很清楚，就暴露了，不想跟我们商量，他要想跟我们商量，他应该主动来找我了。嘴上说着没想好，其实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彭定康的抓耳挠腮完全是在装糊涂。实际上早在来香港的飞机上，他就已经打好了一份副稿，而这份副稿将会彻底打乱香港的平稳过渡。1992年10月7日下午2点半，彭定康走进香港立法局，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份施政报告。这份报告被称为新政改方案，方案的重中之重是对香港的选举制度动刀。彭定康打算彻底推翻中英双方在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关于政治体制衔接所达成的共识。1992年9月14日，也就是这套政改方案颁布的前半个月，彭定康突然返回英国述职。当时港中英三方的媒体都很是纳闷了一番，对于这位刚刚上任一个月几乎什么都没干的新港督来说，大家猜不出来他究竟有什么可述的内容。事实上当时彭定康就是拿着这份方案回英国去审批的。在伦敦曾经同中国打过几次交道的梅杰警告彭定康说，中方是铜墙铁壁，你的这套方案势必会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彭定康对梅杰说，对此他已经想好了对策，那就是搞一套包装，先斩后奏。1992年10月7日下午2点半，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做了施政报告，就是这份。在这份施政报告当中，彭定康对香港立法局原有的选举制度进行了一次大手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下。方案改变了香港原有的双委任制，使立法局与行政局分家，变双议席双票制为单议席单票制。与此同时，彭定康宣布扩大区议会职权，使其全部变为直选。彭定康称1995年成立的立法局选举委员会将全部由直选的区议员组成，如此一来香港立法局直选或变相直选的议员就达到了40名了，占总人数的1/3。显然彭定康是想钻直通车的空子。所谓的直通车是指中英双方根据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拟定的关于香港95选举。这个方案的核心是还政于民，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快香港的民主进程。也就是说，彭定康不打算与中国政府直接过招，而是从香港人身上下手。那么彭定康的这套包装究竟打算包住什么呢？他抢在我们前面，抢在我们基本法前面，先入为主。所谓植根于香港，他的想法就是还政于民，照理你应该你还政于我们中国，还政于中央，然后由中央再授权给香港特别行政区，你不能够私相授受的。他想私相授受，
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他一直的思想就是说要最大限度的延续英国在香港的影响。表面上是在拿香港的民主说事，实际上是在为英国的利益铺路。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与英国人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彭定康的这套新政改方案一出台，鲁平就识破了他背后的真正目的。而更令鲁平气愤的是，彭定康之前没与中方打过任何招呼，而是直接将这份方案单方面公布给了媒体。显然彭定康与中方对着干，这是与当时英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在香港问题上，英国政府的态度只是在背后推了他一把，真正想使香港发生巨变的是彭定康本人。说来奇怪，按理说最后一任港督的使命就是保证香港能够平稳过渡，政权顺利交接，只要与中方好好合作，做到这一点，身为港督就算是功德圆满了。那彭定康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做个搅局者呢？为了收视率。其实彭定康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他在自己的自传《东方与西方》当中有一段自嘲的描写，他说他知道殖民地总督就像是苏门答腊的犀牛、佛罗里达的海牛一样，都是濒临绝种的动物。然而在这句比喻的后面还有一个但是，我们一起来看看。但是为其濒临绝种，更要干出一番不同凡响的事儿来。我所要在香港做的，就是保证帝国最光荣的撤退，并获得最耀眼的收视率。那么如何才能赢得最耀眼的收视率呢？作秀。到港伊始，彭大总督就将他的名字 Christopher Patton 译为彭定康，意思是幸福安康的意思。随后他就大打亲民路线的招牌，大演特演起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就知道他有多爱作秀了。1992年7月10日早8点，彭定康在后花园召开记者会，100多人在港府后花园草地上排成一排长长的弧形人墙。这个阵势是设计过的，因为彭定康认为拍出来会很好看。为了显示自己的繁忙，彭定康特地命令两名私人顾问步行到中环买麦当劳回港督府。下午为了达到亲民的效果，彭定康由妻子等数十人陪同率众出巡。2点30分，彭定康一行乘地铁到旺角，来到旺角有名的小贩区女人街，彭定康一边跟摊主问好，一边示意记者拍照。随后他来到凉茶铺，喝了一杯4港币的花旗参茶。他还特意抱起店主8岁大的外甥，问他想不想跟他回港督府。男孩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想。随后彭定康又步行到火车站，乘车到沙田石山视察木屋区钻石山新村，在回程的途中又沿途视察了几处闹市区。视察的过程当中，彭定康经常是一只手高举着顶呱呱的手势，另一只手伸出封锁线和围观的群众握手，造型奇特。香港的老百姓都觉得他很滑稽，秀的效果他很满意。到港的第二天，彭定康在握手与寒暄当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不难看出，
1992年10月20日，爱秀的彭靖康做出了一个令外界难以理解的大举动，什么呢？访华。1992年10月21日下午，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车队出现在了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香港总督彭定康访华，按照日程安排，他应该在下午的2点，在18号楼与中方代表进行一次会谈。可没成想，车队刚一进入钓鱼台国宾馆的大门，就爆胎了。车胎爆了，彭督只好下车，步行到18号楼。他对助手抱怨说：“来北京访问的事儿，远没有他设想的那么顺利，意外真是接二连三。”原来10月20日，彭定康抵达北京时，原以为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会到机场迎接他，可鲁平并没有出现。第二天他又要求参观故宫，没成想又着凉了，喷嚏不断，鼻涕横流。而就在这天的下午，彭定康的座驾又当不当正不正的在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爆胎了。所有的媒体都围拢在18号楼的门口，一通狂拍补胎的画面，让彭定康倍感难堪。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画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爆胎的这个小意外却成了触怒彭定康的爆点。原本彭定康对访华之行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甚至从抵港履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设计到达北京后与中方谈判的种种细节。然而事与愿违，会谈还没开始，彭定康就碰了钉子。进入谈判现场时，彭定康表面上招手微笑，实则却怒火中烧。在回忆录中，他写道：“爆胎一事，在我看来，就是中方一贯的政治轨迹。”彭定康会这么想，其实也不难理解。为北京之行，他设计了太多太多，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北京出现的一切细节问题，也都是中方设计好的。1992年10月21日下午的2点17分，鲁平与彭定康的会谈正式开始，内容主要是围绕香港政治体制过渡的问题展开。我们根据记录还原了当时会谈现场的这样一个场景。通过刚才媒体拍摄到的影像，我们能够看到会谈一开始的时候气氛还是相当融洽的，但是这种融洽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媒体被请出后，大门一关，双方立刻板起了面孔，所有的开场白都被省略了。坐在这个位置的鲁平开门见山，冲着对面的彭定康说：“你的这套政改方案就是三违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两国外长的7封外交信。”听到了鲁平的指责，彭定康脸上出现了疑惑的表情。信？什么信？鲁平所提到的这7封信是1990年中国外交部和英国外交部互通的7封密函。彭定康的反应出乎鲁平的意料。鲁平想，这些信件是非常关键的外交文件，其重要性等同于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作为港督，彭定康没有理由不知道啊，难道他是在装糊涂吗？彭定康慌张地问身后的随行人员：“有这信吗？”“有。”工作人员拿上来一个公文箱，从中掏出一份文件递到彭定康的手中。彭定康赶紧戴上眼镜翻阅起来，从彭定康的表情，鲁平能判断得出来，他是真的不知道这7封信的存在。这位港督彭定康的不了解情况实在是让鲁平诧异。之后谈判就陷入到一片寂静当中，大家都盯着捧着文件的彭定康，而彭定康呢，涨得满脸通红。多年后，彭定康回忆道，当时他真的是错愕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告诉过他这7封信的存在。
就在访华之前的两周，他还回了趟英国，见了几个英国外交部的大臣，可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这七封密函的事情。原来彭定康在担任港督以来，一直与英国外交部摩擦不断，原因是很多的外交官，包括前任港督麦理浩，都不赞同彭定康在香港的执政方式，所以那七封信也许是没有告诉彭定康，也许是根本就不想告诉他。鲁平对彭定康说，香港过渡时期的许多事情，尤其是选举还有政治体制过渡的问题，在这七封信里面都已经解决了，这是国家做出的承诺，如果你一意孤行要违反英国做出的这些承诺的话，那我们就公布这七封信，把你的政改方案和这七封信拿出来对照对照。彭定康是老道的政客，他故作镇定地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七封信呢是非常的重要，但它是两国之间的绝密文件，你们可不许公布啊，公布了就是违反当初的承诺。随后他话锋一转，又再次兜售起他的政改方案。彭定康煞有介事地说，中英双方应该以香港人的利益为前提，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都不能够完全满足香港人的利益，而政改方案却恰恰是可以改变这一点的。从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到基本法的确立，鲁平几乎参与了中英双方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所有的谈判。1990年基本法通过的时候，鲁平甚至激动地流出了眼泪。面对彭定康对十几年谈判成果的否定，鲁平确实是忍无可忍了，他当即怒斥彭定康，如果你再这么另搞一套，我们将奉陪到底，奉陪到底，奉陪到底。鲁平清楚地记得，他一连说了三个奉陪到底。会谈的结果呢，就是四个字，不欢而散。其实彭定康的诚意也没有多少，他来访华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即使与中方谈不拢，他也要赚得最高的关注度。所以在会谈结束之后，彭定康非常关心到底是哪个国家领导人会接见他。在与鲁平的会谈结束后，时任我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接见了彭定康，这简短的会面却给彭定康留下了长久的印象。您别看画面当中的彭定康是乐呵呵的，实际上在见到钱其琛之前，他是一脸的不高兴。据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陈佐尔回忆，听说是钱其琛来接见自己，彭定康竟然火了，因为他满以为会是邓小平来接见他。据彭定康回忆，那天外长钱其琛一直是温文尔雅，笑容可掬，语气也很客气，但是所说的话却非常强硬。钱其琛告诉彭定康，如果您继续坚持政改方案，那我们就会越过您，不再和港督府打交道，而是直接跟英国政府说事儿。彭定康访华期间，中英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这在中方的意料之中。但是出乎中方意料的是，彭定康回港之后居然违反外交诚信这一最底线的原则，出尔反尔，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彭定康离开北京的七天之后，中国外交部突然接到了英国使馆发来的知会，说将会于北京时间当晚8时及伦敦时间12时公布两国外长的七封信，并且附上英方对于信件的理解。之前我们提到过，在与鲁平的会谈中，彭定康曾威胁不能公开七封信，要是公开就是违反承诺。但没成想，狡猾的彭定康早就算计好了，他想翻过来抢得舆论先机，倒打中方一耙。这次突袭确实让我方有些措手不及，但好在外交部和国务院港澳办
他们的应变能力极强。在1992年10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篇标题为中英双方有关香港问题的七份文件的文章，才使得彭定康的阴谋诡计彭定康强有力的回击。彭定康的新政改方案刚一公布时，很多的香港媒体以及外媒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搞得晕头转向，忙不迭地转载中英双方各自的动态。但是这七封信件一公布，舆论开始向中方那边倾斜了。这件事搞办呢，一些宿舍就住在翠微小区，回家的时候买菜嘛，推着自行车就听到两个人在吵架，有时候刚刚讲好价钱，你一下又改又变了，不算数，不整一个彭定康嘛。看来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中国老百姓的嘴里已经成为了不讲诚信的代名词。1992年10月22日，鲁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直指彭定康破坏直通车，宣布中方将于1993年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继续推进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个记者会召开时，彭定康刚刚登上离开北京的飞机，还没有在香港降落。记者会召开的时间拿捏的可谓是稳准狠，鲁平明确而强硬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场，面对彭定康的搅局，中方将会另起炉灶。什么是另起炉灶呢？这是邓小平同志做出的指示，意思是彭定康如果倒行逆施，中方将会以不变应万变，如果不能顺利实现政治体制的衔接，就将放弃直通车，成立预委会和临时立法会，继续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按部就班地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香港问题就是三个字，软不得。当时邓小平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我在1982年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到过，必要时我们会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今天这句话仍然有效。 The central aspect of the governor's policy is entirely self-destructive. The Chinese have made it absolutely plain that if we go ahead as we now seem to be doing, they will dismantle the legislature in 1997 and set up their own assembly.And that is why I say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and a reckless polic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英国前任驻华大使柯立达对于彭定康的评价，也就是照片当中的这位老人。柯立达是著名的中国通，任期内曾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谈判当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通过录音我们能够听得出来，柯立达对于彭定康所谓的政改方案是持否定态度的。据陈佐尔回忆，在香港曾经有人这样形容彭定康，在彭定康的心里，第一是他彭定康，第二
还是彭定康。第三，还是彭定康。第五，估计是英国。到了第八或第九，才是香港。1995年至1997年，彭定康在港督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对立面已经不仅仅是中方了，香港的老百姓和英国政府对这位默认港督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1994年6月30日，彭定康的新政改方案在香港立法局通过。Well done, everybody. 随后，彭定康一发不可收拾，在驻军、新机场计划、终审法院和香港财政预算编制等多个问题上与中方作对，叫香港回归的局，摆出一副霸王硬上弓的架势。自鸣得意的彭定康本以为他一贯的亲民形象会赢得香港老百姓的支持，但没想到新政改方案刚通过没多久，港人就开始质疑彭定康的强出头。由于彭定康与中方的对抗和摩擦，香港经济在过渡期的最后几年持续动荡，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港督叫卖的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是英国政府打算光荣撤退的部署而已，对于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与此同时，在北京为了尽量不破坏直通车，顺利实现香港政治体制的衔接，中英双方进行了17轮谈判。中方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彭定康却在1995年底单方面宣布终止谈判，使得谈判无果而终，中英关系彻底陷入僵局。这引起了英国政府内部对彭定康的不满。外交大臣柯立达、前任港督麦理浩、魏义信等人纷纷指责彭定康错误地估计了中国，批评他在香港回归这场戏的最后一幕犯下了致命的错误。1996年3月，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成立，到1996年底，香港回归进入最后阶段，彭定康的一系列举动并没能阻止平稳过渡的脚步。当时媒体曾这样讽刺彭定康，港督肥彭似乎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探戈舞者，他只顾着享受聚光灯，却忘了自己一个人是跳不成探戈的。在香港的五年，彭定康的搅局以失败而告终，他处心积虑向上演的最后的探戈变成了他孤芳自赏的独角戏。1996年12月11日，董建华以80%的支持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这张照片就叫彭定康走了，董建华来了。当时的媒体纷纷猜测，背对镜头的彭定康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是悲伤，是不屑，还是苦笑？也许是很多种复杂的情绪，最后凝结成了落寞的背影。回归潮流的大势所趋，似乎注定了搅局者彭定康的最终落幕。历史自然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停止前进，更何况彭定康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1997年6月底，港督府上上下下都在为撤离做准备，但是彭定康并没有让人把他的全部行李都带走。6月29日晚，在出席港督府降旗仪式之前，彭定康一直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面前的一封电报让他惆怅万分。
一个人的身影。如果说他把这当作他从政生涯的一个耻辱的话，那么撒切尔为什么还要来参加香港交接仪式的庆典？一个性格如此强悍的女人在从政的道路上都遭遇过什么？是要干得好还是要嫁得好？1982年可以说是他从政生涯中最风光的时刻，也是他认为给他留下最惨痛记忆的时刻。是什么让这位在国际上以强势著称的铁娘子撒切尔落泪呢？档案为您揭秘铁娘子撒切尔